我们看到这个题目，是求直线2x 加根号 2y 加3等于0的斜率。好，那么一个直线方程式为 ax 加 by 加 c 等于0，而且这时候 b 不等于0，那么这个直线斜率呢 m 是等于负的 b 分之 a， 因此这个直线方程式为 2x 加根号 2y 加3等于0，这时候 a 是等于 2，b 是等于根号 2， 所以我们这直线的斜率是等于负的根号2分之2。好，那2除以根号2呢是等于根号 2， 所以呢这斜率是等于负根号2。这个答案